好，来看到玉里镇长江东城率领公所科室主管以及清洁队员是进行了玉里镇内的主要道路环境清洁的工作。科室主管以及议员代表里长以及志工团队们是一同来协助全面扫除的工作。一行人手拿扫把跟本机，将堆积已久的垃圾毫无遗漏的清除干净，不放过每一个藏在树棚、车底、路灯下的灰尘跟脏乱。这是玉里镇长江东城号召科室主管以及议员代表里长以及志工团队们一同协助全面扫除玉里镇。我想这一次啊，今天啊，我扩大来，我们包括所有的交通，还有志工妈妈哈，大家还有那个相关的民意代表，或者是里长人哈，还有监议员等啊，大家来共同哈，对我们普石阁，也就是我们玉里镇哈的一个美丽的一个环境啊，进行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重要街道的一个清扫。江东城有感于镇民对环境整洁的关心，也为了带动镇上的环保卫生风气，沿路步行到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以及各狭小巷道等等，在历经众人一个半小时齐心协力合作之后，镇内的主要道路环境都换了一个全新的面貌。我想这个环境的一个保护、一个维持啊，需要所有的镇民哈，大家来共同来做。所以我请说呼吁所有的镇民啊，除了至少前面的一个家门前的一个清除工作以外，平常啊在外面啊能够注意这个环境卫生的一个保持，还有水沟这些的一个清洁。玉里镇也提醒镇民要特别注意清洁卫生，做好个人消毒工作，遵守中央防疫规定，勤洗手、戴口罩，进行十连制，维持社交距离，保护好自己与他人。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